天气这么热哈，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的体验，在我们这个月当中哈，那个系列问题哈，那请各位稍微忍耐一下，那我希望这个问题很快能够解决哈。好，那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聚会，在聚会之前先客户报告，请翻开周报。第一点，教会消息，欢迎新朋友与弟兄姊妹同来参加礼拜，愿神施恩赐福。会后请弟兄姊妹到地下享用开宴。第二点，开宴后12:50在21教室召开64周年筹备会议以及8月份的执事会，请同工留步。第三点，今天下午3点在圣山圣教会举行神主陪牧师安息礼拜，牧师将前往，就夫妇将前往参加。第四点，下周主日8月10号是父亲节主日，将邀请郭胜雄传道主领，教会将自赠为父亲礼物，欢迎兄弟邀请父亲往来参加，仍然维持两人的崇拜礼拜。第五点，下周主日8月10号3天在西武度假村有南区妇女联休会，请报名参加者请在开宴后12:30在教会集合，游览车5:00出发。第六点，亚东剧场2014年婚姻爱情剧 MSN 之恋将在8月16号礼拜六下午3点到晚上7:30在屏东艺术馆演出，邀请弟兄姊妹购票来观赏，好，请参阅年代系统及便利超商的系统好去购票。第七点，望道号福音团将在9月13号到24号停靠高雄港，有生命与成长展览、书展、生命体验区等等，欢迎各小组弟兄姊妹登船参观体验。第八点，今年度第二次洗礼式将在9月21号主日举行，有志要受洗者，请向名誉传道或者是你的小组长来报名参加。第九点，8月份国货生命丰盛人生，请向加州干事购买。第十点，本会因为事工的需要，将在8月起聘请登山两乡小组副员员姊妹为社区的干事，好，请为他代表。牧区及小组消息。第一点，学青牧区每周6下午5:30有派宴，6:30是青年崇拜，也鼓励星期天无法来参加礼拜的弟兄姊妹，谨守圣日踊跃参加。本周8月9号将邀请郭胜雄传道出演。第二点，台语堂结束后，请堂区兄姐留下，堂区牧区兄姐留下练习60周年感恩礼拜的诗歌。第三点，学习牧区将在8月30号周6青年崇拜中举行洗礼及圣餐式，欢迎学习各组报名来参加。本周读经进度请参阅。另外，我们也补充报告，我们也持续为了这次前阵子发生的前阵子气爆案哈，为求神来医治带领，那五位灾民的心一起来重建家园。以上报告。接下来是宣召及敬拜圣名，请姚国忠弟兄主领。将身体献上，当作有祭，是圣洁的。
耶和华你的。Yeah.
心事的
实你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我们舍命使我们能够进天国。于是我们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有最美好的旨意，让我们活出thank you.
创始成终的神，为我们的生命流血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谢谢耶稣，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虽然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也不完全，但是主，你竟然在千万人当中拣选我们。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你所爱的儿女，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荣神义人，属你的百姓。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只有一颗敬拜你的心，胜过那外在环境一切的挑战，或者一切的重担难处。主，我们奉你的名要宣告，今天早上是一个荣耀你的敬拜，是一个得胜的敬拜，是一个人名单单被高举的敬拜。谢谢主，愿那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跟祷告，将一切用荣耀、颂赞、尊贵、权柄、爱戴都归给你。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平安。如果牧师不会流汗，我想你们都还 OK 的哈。如果你们觉得后面很热，我觉得前面还蛮凉快的，趁这个机会可以坐前面一点，因为在前面的是有福的，所以这个圣子你们是很有福的，感谢神。对啊，我们也要操练一下，要不然我们怎么样去短宣呢？短宣没有冷气耶，短宣连上厕所都很困难，所以我们要操练一下。我想神给我们不一样的操练跟不一样的学习，但是虽然可能有一点热，但是我们仍然在神的殿中，我们宣告今天早上我们仍然单单的要来敬拜神，阿门吗？所以牧师讲稍微短一点让我们可以说不定等一下冷气就修好了不过没关系，没有任何事物搅扰我们的心来敬拜神，阿门吗？这一段时间就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就单单的来敬拜他。好，我来介绍我们新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介绍他好，然后如果念到大名麻烦您站起来，或者是方便的话我们热烈的掌声然后亲切的来向您请安我们很高兴我们教会出生的卢州国牧师还有牧师娘从美国回来我们拿在后面我欢迎卢牧师卢尊主我们欢迎他，他是我们屏东圣教会出生的卢牧师他就是因为脊椎有一点受损不方便但是我们继续在祷告中来纪念他。卢牧师请坐师母请坐，再次欢迎你好，还有一位是黄丹蒂姐妹是诗情介绍的，丹蒂在哪里？在哪里？在这里。大家坐。有在小组对不对？有来小组嘛所以我们已经认识你了。好，来前后左右姐妹跟他握手，代表教会来欢迎他。好，欢迎你。好，接下来是秀丽姐妹介绍许如敏，许如敏姐妹，好，在这里欢迎你。现在欢迎你哇！欢迎许姐妹好，接下来王教师要来献一首诗歌将这首诗歌来献给神台语的诗歌压缩的秋。Thank you.
圣经就读到这里。
父慈子孝。牧师啊，真的会父慈子孝吗？真的会这样吗？那真的可能对一些年轻人来讲，这是天方夜谭。可能在现代这样的社会环境，如果真的我们所处的环境世代真的是父慈子孝，那不就天下太平了？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并不是如此。最近台湾很不平安，所以我们现在台湾人最奢望的，不是我们经济拼经济，或者赚很多钱，或者我们可以啊，这个物价啊回稳，或者油价也降下来啊，我们啊那个从22K 变40K 变60K， 都不是。台湾人现在最大的需求，或者说奢求，就是平安两个字，不是吗？我们来看下一张投影片，两天前发生的事情。昨天晚上又找到一具尸体，28个人。我们看了这个新闻，我们会作何感想？各位弟兄姐妹，他是我们的同胞，也近在咫尺，就在高雄而已。我想那个路我们都经过，如果你要去凯旋夜市、金钻夜市，就会经过那里，三多商圈就会经过那里，然后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更何况我们有28位的同胞。在这样的一个突如其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就死亡。我想我们的心是难过的，是难过的。在一个礼拜前，澎湖发生空难，所以这两个礼拜台湾是很有名的 ，CNN、BBC、NHK 都在报道台湾，而不是正面的事情，而是灾难的事情。我告诉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故事，主要是让大家能够来思想，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处处充满了危机，充满了许多的危机，但是这个危机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或预料得到的。在家里看电视，嘣，飞机会掉下来，几年前大园空难是这样子，现在澎湖空难还是这样子。我不能在家里安心的一天工作忙碌之后安心的坐在客厅里面啊，跟家人一起看电视，连这样最基本的好像都没有办法达到，飞机就掉下来，好几个人受伤。11点多不到12点，天气可能正凉，我在马路上行走，或者我骑个车，或者我开个车，没有想到下一秒钟整条路就炸掉了。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人生充满了意想不到许多的危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肯定的、坚定的这样说：我以后离开这个世上啊，我还离我还很久啊，我是年轻人，我现在才20啷当岁，哎呀，那是80、90岁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子吗？你真的80、90岁，主才会接你回去吗？在家里看电视，当掉下来，飞机掉下来就走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大家或者自己掌握将来那一天何时会来的。人生处处充满了许多的危机。各位弟兄姐妹，好，就像你健健康康的，让你吃到百里，好不好？也只不过100多岁，几十年就过去了，时间是很快的，光阴一去不复返，一下就过去了，人生苦短。弟兄姐妹，爱要及时，爱要及时，不要让自己有悔恨，或者有一些这个后悔的事情。爱要及时，传福音更要把握机会。昨天晚上学青他们有3位的姐妹分享他们过去一个礼拜、1个多礼拜在台北宣教的一些心得。
他们分享的真好，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分享他们的学习，在转圈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所以本来要去百货公司布道的，百货公司街头布道吹冷气多好，结果哇，临时领导一句话改变行程，换在公园门口布道。哇，本来预期啊要在一个教会里面啊做这个啊这个啊南方的戏剧营啊，希望有三四十个人参加，哎，来的不如预期，可能人数啊还不够那么多人。但是神就很奇妙，这二十几个人当中有三个孩子竟然决志要信耶稣，传福音要及时，要把握机会，爱更要把握机会。我们再来看一张图片，这个人是谁？看起来会害怕。5月21号下班时间的哈，当管事的。这个年轻人20多岁，还在大学就读，拿了一个20公分的尖刀，那个刀很利。在捷运板南线双子翠站哦，江子翠站那边啊、哦，通过的时候就见人就杀，在捷运的列车上，5月21日，4个人死亡，24位我们的同胞受伤，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台湾？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孩子难道是这么的冷血吗？我们还记得这个新闻吗？他的父亲后来被记者询问，他第一句话讲什么？我们全家人这一辈子都给这个孩子毁了。表面上这句话讲的并没有错，但是我们仔细的来思想郑杰的父亲讲的这句话，他心里所想的还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全家，还是他们的将来。他有没有想过是谁毁了这个孩子，是谁毁了郑杰这个孩子？所以我相信他们的家庭绝对脱不了关系，绝对有问题，绝对要负起应该负的一个责任，要负起应该负的责任。所以在父亲节啊、要来到的同时，其实我们教会是下礼拜才是父亲节主日，我们邀请啊、郭胜雄传道来主理3堂，青崇，然后台语堂跟国语堂。邀请父亲来参加哈，将会依照往例啊，会大家一个小小的礼物哈，送给两位父亲。我想我现在谈父慈子孝，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我们真的能够做到父慈子孝吗？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子就天下太平，一切都非常美好，世界和平了吗？可能有一些人觉得不可思议，天方夜谭。不晓得大家记得以前有一则故事，有一个，这个是在我从报纸上看的，有一个少年犯他被抓了，在审判的时候法官问他，就要他认罪，你犯了什么罪？你犯了哦，这个抢夺人家的财产，还有这个放火，然后你还有强奸，你还有偷窃哦，你还有抢夺，叭叭叭，哇，这个罪名列了一堆，你认不认罪？这个少年犯，我就认罪，我承认，我一的认罪，这都我犯。这个法官继续问这个少年犯，我相信你一定会这样讲，是我家庭出了问题，我父亲没有管教我，管教好，或者我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好，或者怎么样，都是家庭，你会推给你的家人，推给你的爸爸妈妈，推给你的家庭。想不到这个少年犯他回答什么？他回答法官说什么？你错了，法官，你讲错了。
我从来都没见过我的爸爸，我从来都没见过我的爸爸。在儿女的生长过程中，很多时候或许父亲是缺席的，我们说无父的年代，父母亲还健在，但是在儿女的成长过程中却缺席了。我们今天就来思考圣经的教导，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但是我想我们必须再次来提醒，保罗透过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基督徒的家庭责任，基督徒的家庭责任很重要。第五章讲到夫妻的关系，第六章一开始就讲到妻子之间的关系。圣经其实是非常注重这个孝道的，不只教导儿女要孝敬父母，就是孝哦，孝顺的孝，同时也教导父女啊，教导父母要尽这个教养儿女的责任。那教养儿女就牵扯到慈啊，父慈子孝的慈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很快的时间，我们就来讲儿女的本分跟父亲的本、父母的本分这两方面。只要讲到父亲，就是指父母哦。这两方面来思考每一位基督徒该有的家庭责任。请注意，我所讲的是基督徒该有的家庭责任。第一个，儿女的本分。儿女的本分，六章一节，你们做儿女的，你们在主里面要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做儿女的，我特别翻了一下希腊文啊，你们做儿女的，在希腊文儿女的字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加了一个定冠词有更深的含义。这个你们这个这群特别的儿女，你们做儿女的人，这个特别的儿女指的是什么？是指的信徒的儿女，是基督徒的儿女，跟外面世人一般的儿女是有区别的。你们做基督徒信徒的儿女，在主里面要听从父母，因着爱主、敬畏主、遵主旨意的关系，要听从父母，然后这是理所当然的，一定要这样做。第二个，要孝敬父母。第一个是听从，第二个是孝敬。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怎么会是第一条呢？啊，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个经节，为什么是第一条带应许？是，它是第一条带着应许。什么叫应许？应许就是好像是一个承诺，带着一个祝福的承诺。但是怎么是第一条呢？这是有渊源的哦。神透过摩西颁布十诫，十诫前四条，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个不可怎么样，不可拜这些照这些偶像来拜，对不对？第三呢，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前四诫有讲到神的诫命，这是属神的诫命，属乎神的诫命。后面六条就是第五条，要孝敬父母，然后再来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然后呢，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最后一戒是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啊，这些产业，人的一切，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后面六条的第一条就是讲到要孝敬父母，所以十诫分成两个，第一个是神的诫命，后面六条是人际关系方面的诫命，而人际关系方面的诫命第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而且保罗说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带着一个祝福的承诺的一个诫命，哦，这是有典故的，哦，所以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请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十诫里面讲的，当下都一样，哦，意思都一样。在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在世长寿是一样的。保罗在这里强调，身为儿女的责任，
不仅要孝，而且要顺；不仅要孝，而且要敬，特别要敬。更进一步的说，做儿女的关于孝，关于孝啊，对父母的孝，应尽的本分跟责任有哪些？当然，刚刚我们所读的六章第一节，听从父母。听从父母，它是一个外在的行动。父母亲讲什么，我们就听从他，这是一个外在的行动。听从的原因跟范围是什么？在主里，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听从的范围。因着爱主、敬畏主，因着尊主的旨意来听从父母。然后这里又讲到听从的理由是什么？听从的理由就是这是理所当然的。只要父母的教导、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指示，不超过圣经范围，不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背，我们就一定要听从。做儿女的一定要听从，这是听从。第二节、第三节讲到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刚刚听从是外在的行为，而孝敬是内在的一个态度，内里的一个态度。我们真的要敬重父母，孝敬父母，以父母应有的身份来侍奉他，来服侍，来对待他。有些人不把父母当父母看，在台湾这种事我们在报纸上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有些人觉得父母亲老了没有什么了，或者是家产也分了，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家产，就弃之于不顾。我必须说，这种事情在我们教会也发生过，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箴言23:22，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这是很好的一个教导，也不可藐视他。再来呢，不只是听从，不只是这个外在的行动，不只是孝敬这个内里的一个态度，还有呢，安慰父母可不可以？做儿女的尽基本的态度要安慰父母。什么叫安慰？不是爸爸妈妈在伤心的时候我们安慰他，不是。是因为你遵主而行，你在各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遵主而行，使遵主的话语而行，使你的父母得着欣慰，得着安慰，这个叫安慰父母。那如果没有安慰父母是怎么样？如果我们为非作歹，做神不喜悦的事情，那就是羞辱父母，羞辱父母。再来要感谢父母，我想我们都知道，但是我要说，感谢父母永远不嫌多，永远不嫌多。哪怕是一句话，哪怕是一句亲切的问候，一个电话，一张卡片，一个感恩的行动，我相信就会让我们的父母亲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早期在日本的乡下有一个不太好的风俗，这个不太好的风俗是他们在这个乡下地方哦，就是这个家里如果有老人啊，已经年长而且很老了哦，日本是一个高龄化的，那在早期这些乡下，这一个不好的风俗，那个习惯是什么？这个父亲老了，然后呢再活也没多久了哦，然后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他们做什么事情呢？有点残忍，就在家里用那个竹子编一个很大的一个篓子，然后呢背负这个老人背到山上去干什么？丢包，遗弃他们，不太好的一个风俗，因为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剩余的价值。后来这个风俗怎么样被打破，渐渐的消除了。后来就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一样，有一个人，他父亲老了，他一样如法炮制，也做了一个，然后就背自己父亲上山去，要准备去丢包。但是这个人的小儿子又很好奇，就跟着爸爸一起去看。
结果这个人不止把父亲丢包了，而且把那个篓子也丢掉了。这个小儿子就很好奇地问爸爸：“爸爸，你为什么把篓子丢掉了？”爸爸说：“我们家里已经没有老人了，所以我当然把篓子丢掉了。”儿子怎么样？有样学样。爸爸，那我以后怎么样背你？我以后怎么样装你？没有东西装。他爸爸听了儿子这样问他，他心里有极大的这个苦毒，或者极大的觉得对父亲啊不过的地方，极大的这个伤痛，所以他们就回头就赶快去把父亲就再接回来。后来这样的一个陋习就渐渐的消弭。各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敬重他，尊敬他，尊荣他，安慰父母，感谢父母，非常的重要。我们想想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为人父母，对吧？有些人没有结婚，有些人或许没有孩子，所以他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父母。但是我必须肯定的说，每一个人都是人的儿女，对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儿女，都有机会做人的儿女。所以圣经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如何在主的教训里面做儿女。所以我们要做别人的父母亲之前，我们要先学会怎么样做人的儿女。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虽然这是老掉牙的圣经经节，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想再一次的提醒，尊荣父母，尊敬父母，是带进祝福的道路，祝福的道路。圣经说使我们今生长寿而且有福，那个有福或许不是指着外在的祝福，或者飞黄腾达物质上的祝福，或者一切都亨通。圣经所讲的祝福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活在一个很安稳的环境里面，一个平安的光景当中。这不就是现在台湾最需要的吗？我们不求什么，我们只求我们能够安居乐业，活在一个平安、安全、稳妥的环境当中，不就是这样而已吗？不就是这样而已。但是不尊敬神，不尊敬父母亲的人，就如同不尊敬神，结果不是祝福，而是咒诅。圣经太多这样的经文，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打父母的必致死他，太多这样的经文来提醒，来告诫我。所以我在这里要真诚的告诉我们所有做儿女的。我们可能当中是做父母的，有些是做儿女的，有些我们是双重的身份的。但是我们做儿女的，我要告诉弟兄姐妹，除非父母的要求不是在主里面的，不然我们在主里面做儿女的人，对父母亲都应当一定的孝顺，一定的听从。这是第一个做儿女的责任。第二个，做父母的本分是什么？就是最后一节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里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不要去激怒他们。我们想想看，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会不会去激怒儿女？我必须承认我会，我就是要激怒他。有时候啦，不是常常啦，对不起。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去激怒他，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这个教训跟警戒指的是言语上的教导，鼓励他，当然可以责备他，但是仅止于在言语上，来养育他。这里讲到父母对儿女的责任，特别保罗为什么把他揪出来讲，为什么挑出来讲？因为特别讲到父母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激怒我们的孩子，激怒儿女。我不晓得这些学生、这些孩子们，你们心里是不是阿门啊？但是确实有时候是这样，被激怒。
当时候在罗马帝国，这是有典故的。我们知道哈，罗马帝国是父权主义，父权最大，一个父亲在一个家庭当中有绝对的权威，有绝对的权柄，甚至他所讲的话犹如圣旨一般。所以在当时候的环境，父权主义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父亲有绝对的威严，绝对的威权。当然直到如今或许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绝对的威权，但是我必须告诉父母亲，在座的父母亲，真的有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有对他们有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好不好？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哪一些我们对孩子其实有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彼此提醒，彼此来学习。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第一个要知道什么？时代不赶快了，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要用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来放在这个年代，现在这个年代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没有网络，以前不能自由恋爱，现在呢，我们不能用以前我们的观念或者那个时候的一些的习俗用于现在这个时代，这对我们的孩子是不公平的。时代不同。第二个，我们常常因着不放心，管孩子、管儿女，管得很严，管得也很久，管得也很久。其实为什么不放心？就表明了我们其实对孩子是不信任，不相信他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他可以顺利的完成这个事情，或者甚至做得很好。其实那是我们不信任的。这对我们的孩子是不公平，不公平，把儿女管得太久，管得太严。我想这是我们要学习。第三个，我想更多人常常，我以前也是这样，自己做不到的，投影在儿女的身上。以前考不到国立大学，你一定要给我考国立，台大我考不上，你一定要。我做不了医生，我很想做医生，没关系，我让我的儿子，你努力，你一定要做医生，一定要这样吗？他不做医生不行吗？他不喜欢做医生，他喜欢当画家不行？你自己做不到的，你为什么要加注在孩子的身上？最后一个，我们常常犯了这样的错误，对孩子真的是不公平。我们太少鼓励他。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责备，更多的打骂，我们缺少鼓励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是需要被鼓励，是需要被肯定，但是我们有时候打骂、责骂、责备多余。这个人叫做班杰明，班杰明，他是早期美国一个很著名的油画家，而且他也专攻这个个人的肖像，这个人叫做班杰明，这个就是他自己的自画像。班杰明他分享他如何成为一位画家，就是有一天他妈妈要出去，家里就剩班杰明和妹妹，他的妹妹名字叫莎兰，就说儿子啊，你好好的顾妹妹哈，妈妈出去一下哈，然后等一下就回来。好，班杰明就在家里，但是小男生很调皮嘛，哇，看到桌上很多那个彩色颜料，哇，那些墨水，就开始一张纸拿起来，就对着妹妹画，就画妹妹。当然画的哇，这整身就是颜料，不仅身上啊，衣服都是颜料，地上充满了各项色彩的颜料，这个地上好像战争过后，好像这样乱得不行，然后颜料这样滴得满地。想想看，如果你是那个妈妈，要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情况，会不会有人一个耳光先打下去？你怎么这样子？班杰明的妈妈一句话都没有说，看一看，地上一张纸，拿起来一看，哇！这是我的女儿莎兰画的，好像啊，班杰明是你画的吗？对，马上给他一个热情的拥吻，亲儿子一下，
班杰明后来回想，他常常回想，我就是妈妈这一吻害我做画家，就是这么一吻害我做画家，让我成为一个画家。鼓励多于责难，鼓励多于打骂，多于责备，真的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的，请我们牢牢的记住，鼓励远比责备的效果更大。鼓励我们的孩子，远比我们责备他、打骂他那个效果更大。所以我要告诉我们当中做父母亲的，在爸爸节要来临的同时，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再一次的学习，很多的问题是家庭开始的，家庭绝对脱不了干系。正杰的事件，家庭要负最大的责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亲的，千万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我们自以为有是父母，有父母亲的威严而不讲理。反正我就是那个阿尔贝，这样是不对。还有一个，我们在责备儿女的当中，请我们千万注意，做父母亲的，请你不要翻旧账。其实夫妻吵架也一样，只要吵架翻旧账，我觉得那是又再次的二度、三度的伤害，又再次遇到。还有在责骂的当中，各位爸爸妈妈，请我们千万不要伤了孩子的志气，不要让他变得意志消沉，对自己反而不肯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一事无成。我们在消耗、消灭孩子的志气，让他意志消沉，这都是不应该，这都是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要用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来教养他们，劝诫、提醒、鼓励，帮助他们可以领悟、可以明白、可以给他们有所警觉。所以这里有一些文字，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读，我们做父母的一起来学习，来一起来读来听。多交谈接触儿女，多鼓励欣赏儿女，多耐心教导儿女，多祷告支持儿女。我想这是我们做父母应该要学习，应该要学习。如果真的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父慈子孝是有可能，不是天方夜谭，不是不可能，绝对不是不可能。但是我还是要说，无论是孝或者是慈，最后还是有一个最大的原动力，就是爱，就是爱，要以爱为做原动力。但是我必须说，人的爱很有限，人的爱不完全，人的爱有一天也会渐渐的枯竭，爱有一天会止息，神的爱是永不止息，但是人的爱有限又不完全。所以我们不管是做父母的、做儿女的，我们要从那个爱的源头，神的爱来源源不绝支取那个爱的力量，那个爱的力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很熟的经文，把它记下来，一起来念，来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父亲节要来的同时，我们再次来思想，做儿女的，我们该尽的本分；做父亲的，我父母亲的，我们该尽的责任是。我们常常说教会要复兴，教会要复兴。我告诉弟兄姐妹，教会真正的复兴，其实是从家里先复兴开始，阿妹吗？是从家庭先被得着开始，一个一个的家庭，全家归主，全家得救受洗。所以各位父母亲、各位同学、各位孩子们，真的我们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让我的孩子从小就要让他有教会的生活习惯，让孩子从小进教会，进教会，在教会的孩子不会学坏，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正确的品格，养成良好的品质。
境，我想这比一切都来得重要。啊，有些爸爸妈妈会讲，哎呀，现在的孩子真的够辛苦的，礼拜六礼拜天难得周休嘛，甚至还要补习，所以给他在家里休息一下。哎呀，不要来教会，有时候来教会啊，或许浪费时间啊，或许一来就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哎呀，现在暑假啊，难得暑假嘛，哎呀，所以趁着休息，哎呀，带孩子出去玩呐、啊，啊，就不要做礼拜啊，就这样，久久就养成习惯。哎呀，等孩子考上大学啊，再叫他回来教会。你想他会回来？啊，大学也很忙啊，以后要考研究所，要预备研究所哦，所以啊，等到他有了这个进了社会，有稳定的工作啊，再回来教会，有教会的生活。兄姐妹，我们真的看太多了。我斩钉截铁的告诉有这样的想法的弟兄姐妹，他们要回到教会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容许我不客气的说一句话，我在台语上也一样讲一样的话。我们多少人的第二代现在也在教会，我们自己做一个反省跟检讨。我们多少弟兄姐妹的第二代现在也在教会，还是第三代现在也在教会？我想这是我们真的要有一些提醒跟一些反省。在父亲节要来的同时，我们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学习，来教会的孩子绝对不会变化。弟兄姐妹，人生苦短，台湾现在只需要一个平安而已，就是这样而已。爱要及时，弟兄姐妹，爱要及时。什么叫爱要及时？我们都比较含蓄，不敢说我爱你。你多少时候没有跟你的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爱你？多少时候没有跟我们的孩子讲孩子我爱你？要等到没有机会说才说吗？从去年底到上个礼拜为止，我们总共有九位的弟兄姐妹被主接回去，都是我为他们主持入殓的礼拜。每一次我带着这些家人在棺木，他们看着你过往的亲人躺在那里，他们要火化之前送别他们的至亲的亲人，每一个人最后在这个大灵柩前讲几句最后的告别的话，每一个人都讲很多后悔的话。我没有做什么，我没有做什么，我对你做的不够，或者很多很多很多后悔的话。弟兄姐妹，不要让这些后悔再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当中。爱要及时，传福音更要把握及时。父子子孝是有可能回到神的爱中，让神的爱遮盖一切的软弱。或许我们的家庭现在有一些的伤害，有一些的苦毒，有一些难以承受的重，我相信都有。爱能够遮盖一切的软弱，爱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爱能够翻转我们的家庭，爱能够医治一切的伤害。各位弟兄姐妹，爱更能够创造奇迹，在人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如果是这样，我们真正能够达到父慈子孝。下礼拜我们是父亲节主日，我们还是两堂的聚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邀请你的爸爸来一起来参加这样的聚会，让神的爱也透过父亲节主日，我们也表达我们对父亲的敬爱，对他的一个回馈。最后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我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耶稣你医治，耶稣你医治。
充满的时候，神的灵。
你的家庭处处的充满那个奇迹，那个奇妙的生命，奇妙的作为会出来，好不好？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你们来祷告，我们用我们的宣告的声音来唱，用宣告的声音大声的宣告，我们要成为主所喜悦的家庭。我们从头再来，耶稣，你宣告，一起来。自由的奉献，该做的你就做。
孝敬我们的父母，安慰他，感谢他。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做得不够，做得不好。主啊，也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也没有按着你的旨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来教导他。主啊，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回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自己来怜悯我们的家。主啊，刚刚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许多人，做父母亲的、做儿女的，他们举手，他们承认他们的软弱，承认他们难处跟不足。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求你恩待我们的家庭。主，我们台湾最需要的是那真正从你来的真平安，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我们不求飞黄腾达，我们只求我们每一天有你同在的恩典，有那个真平安临到我的家庭，临到这个城市，临到我们的国家当中。主啊，求你怜悯台湾这块地。主啊，当高雄市政府他们大力的推行所谓的三太子的时候，主，或许你透过一些的事情来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耶稣，你才是权力的主，你才是台湾执掌王权的主。主，我们要尊荣你。当我们尊荣你，我们就可以尊荣我们的父亲，我们就可以爱我们的儿女。主，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尊荣你。主，求你赦免我们。今天早上你的话语再次临到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在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生活，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基督化的家，父子子孝的家，蒙你悦纳的家。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位弟兄姐妹的家里，或许他们正处于软弱当中，正处于伤害当中，正处于苦毒、难过、彼此不信任的当中，我们好像失去盼望，我们好像无能为力。不，耶稣，唯有你能，耶稣，唯有你能改变我的家庭，唯有你能改变我的家庭，唯有你能医治我的家庭。我愿意将我的家庭交给你，全然的献给你，求你来医治我的家庭，奉主的名来捆绑那一切恶者、黑暗的权势，在我的家庭捆绑这些，践踏在我主的脚底之下，让我的家庭成为得胜的家庭，荣耀主的家庭，全家得救归主的家庭。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家庭，弟兄姐妹的家庭，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讨神喜悦的家庭。谢谢耶稣，今天早上丰盛的赏赐。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奉献金钱，作为教会圣工的使用。求你按着他们心里的感动，点点滴滴，悦纳他们甘心得以所摆上，赐福这些金钱，成为救灵魂教会圣工的使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愿神赐福你的家庭，愿神赐福你的家庭。